现在终于到了本场最最关键的绝杀秀的环节，掌门人舒淇，请告诉我们，今天你们队的绝杀将如何登场？因为每一次的绝杀秀，我们都是又唱又跳一些比较快节奏的东西，所以我在这一次的绝杀秀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，我就想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少年们是怎么样走到这里来的，所以我帮他们选了一首歌《平凡之路》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舒淇战队的绝杀秀。平凡之路这首歌，我希望他们可以想到他们最初第一期进来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，平凡的努力着，不平凡的。我们队现在只剩四个人了，其实大家这种勇往直前往前走的这种精神，我是觉得现在被体现得更加的突出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们当时唱第一首这首歌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推问了你们，你们想的是什么？你说你想到了冰冰。对。啊！你说你想到了冰冰，光光说他想到了泽西。然后白树说，他说他想到了陆思恒。我觉得就光这一点，用最初的感觉去唱这首歌就对了。风吹过的路依然远。是讲到了哪儿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《平凡之路》这首歌很走我的心，在我看到我的兄弟、我的同伴他们在那么用心去唱这首歌，而且每一个人唱的都是一部回忆、一个片段的时候，我很有感触，然后就再深沉的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感觉里面。这一路上的非议和误伤，今天看是一记耳光，明天来看是一把汤。我觉得这个词就是写的，就是我们队写的，就是我们自己外界对我们的意义和误伤，今天看来可能都是一记耳光，忠言逆耳，正是这些言论然后让我们进步。我觉得白素云就用你自己舒服的方法去讲那一段好了。这段词是齐哥专门去写的。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我能从词里面我读懂齐哥在写什么，他想表达的他的这种感受和我们现当下的感受是一致的。这个可以讲慢一点，那这个带点笑，只要还有下一首歌，只要我们都还在，路会一直走下去。其实就很简单嘛，就是不忘初衷，所以我很希望他们就是常常会以这首歌去记得你们是怎么样走过来，就永远保持那时候最单纯的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夏之光，我们是舒淇战队。今天我有些话想在这说。红队一路走来，得到过许多，也失去过许多。我们曾跌入谷底，但现在的我们涅槃重生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，以一个平凡的身份带给大家不平凡的东西。请大家跟着齐哥，跟着小白哥，跟着泽西，跟着我们所有红队的兄弟走这条平凡之路。谢谢。光哥长大了。
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？这一路走来的北望与雾伤，今天看来是一记耳光，明天看来是一把糖。我们从平凡中走来，努力的不平凡着，路的尽头有什么我都不害怕，只要我们还有下一首歌，只要我们都还站在这儿，路要继续走下去，我们愿意燃烧下去。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没给我什么，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被夺走什么，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没给我什么，向前走就这么走，就算你被夺走什么，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被给过什么，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被夺走什么，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被给过什么，向前走就这么走，就算你被夺走什么，向前走就是这么走，就算你被给过什么，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，世间苦也如此这般，明天又在眼前，风吹过的柳溪山边，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？我们的口号是：骑兵战将，遇强则强，越战越勇，竖起星光。唱的我都流泪了，能够听一支歌，听到流泪，
是因为它唤醒了我的心灵。我和你们一样，一直到今天还打算怀着一颗平凡的心这样走下去。谢谢老师。在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你们四个人的一个战队，叫 Four in One， 四个人成为一支战队，而且是这么的有凝聚力和团结力。你们唱的是在人山人海中还要拼尽全力不放弃的一种少年情怀，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平凡之路。说句实话，我个人是很感动的。为什么我会抢先说？我觉得应该讲这个肺腑之言。其实做偶像，我认为是容不得平凡二字的，做偶像团体也容不得平凡二字的。我们奔的就是最一流的偶像团体，所以今天还站在这里的少年们，或者曾经站在这里的少年们，我想说，千万不要因为今天我们就停止，我们要继续努力。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不平凡，你们就没有资格说平凡是唯一的出路。谢谢。我看到了你们四位兄弟充满着无法抑制的那种力量，一直要向前向前向前，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我觉得是最可贵的。你们今天真的让我看到了从少年向男人转变的态度，这一点很了不起。我注意到刚刚在你们这一段表演当中有两段独白啊，中间那一段独白上面还有一段文字，那是谁写的？怎么会想到？因为我想在整个舞台设计上面还是回归于纯粹，所以不想要有太多的舞台的灯光或者是 LED 灯去营造一些什么气氛。要告诉现在的一些小朋友们，有时候亲手写的一些字，它是最有力量、最有感染力的。今天我们叫绝杀战，你要杀的是谁呢？还是一句老话，我觉得就是自己。你看他们的衣服，第一期到现在穿的人是一样的，但是发出来的那个光芒真的是跟第一期差太远了。在这一轮过后，有人要被雪藏了，请你们注意，你们为身边的每一张面孔努力的过程到目前就全部结束了，接下来让我们等待你们的对手还有最后的结果。谢谢你们，请再次掌声送给舒淇战队。